乌克兰想要德国的金牛座导弹，因为这种导弹能够将莫斯科纳入打击范围，其后果很严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先生。过去我们就说过，英国是乌克兰危机中的搅屎棍，俄乌冲突正在因为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的入场而被改变。按照乌克兰国防部长的说法，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对俄军的打击命中率高达 100%。 虽然他的说辞非常夸张，但是也证明俄斯军队承受的压力非常大。其实这件事的后续影响才刚刚开始，因为法国随后就宣布援助同类型的隐身巡航导弹，而乌克兰现在已经盯上了德国的金牛座隐身巡航导弹，这可是能够将莫斯科纳入打击范围的远程武器。我们要认识到，西方向乌克兰提供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只是一种试探，他们需要将这种隐身巡航导弹投入实战，来考验俄罗斯军队的承受能力，当然也要考验乌克兰对使用西方武器的承诺。至少最近一段时间，风暴阴影的确被用于打击俄军在乌克兰本土的目标，乌克兰的表现等于为西方援助其他远程打击武器建立了信誉，打开了绿灯。接下来就是海马斯发射的美国陆军战术导弹，德国的金牛座导弹是否入场了。我们今天有必要专门看一看金牛座巡航导弹的特点。这是一种与风暴阴影相似的导弹，金牛座是德国和瑞典联合研制的，其长度为5米，弹翼展开后的翼展为2米多。这种导弹重 1.4 吨，携带有481公斤的弹头，其整体外形有明显的隐身设计。它采用了一台涡轮风扇发动机，巡航速度在 0.6 马赫到 0.95 马赫之间，低空突防的高度在30到70米之间，可以有效地躲避雷达的探测。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金牛座看成是风暴阴影的一个翻版，唯一不同的是其最大射程能够达到500公里。如果由乌克兰的战斗机在俄乌边境地区发射，就可以将莫斯科纳入其打击范围。那么德国有没有可能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呢？还真有这种可能，因为这是去库存。德国现在大约有600多枚金牛座导弹，但是并没有合适的挂载飞机。德军原本用来挂载这种导弹的是狂风战斗机，但是狂风战斗机已经于2013年退役了。德军曾经计划把这种导弹整合到台风战斗机上，但是这项工作一直没有进展，或者说德国由于常年没有战争威胁，他们根本就没有兴趣考虑如何利用这批导弹。而且据说目前只有150枚金牛座导弹处于战备状态。虽然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可以挂载它们，但是只能挂在翼下，而一旦挂在翼下，那么 F-35A 就变成非隐身飞机了，好像呢也用不大上。金牛座是一种模块化的导弹，不但能够用于打击地面的固定目标，也可以打击移动目标，包括大型水面舰艇。所以这种导弹对乌克兰来说战略价值远比风暴阴影要大，甚至呢有可能对俄罗斯黑海舰队构成致命威胁。乌克兰空军现在装备的苏27和苏24都可以改装挂载，由于其射程比较大，乌克兰战斗机甚至能够在本土防空系统的保护下发射这种导弹，从而呢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安全性。近日德国联邦国防部证实，乌克兰已经要求向其提供金牛座导弹，并计划将其审核到 F-16 战机上。德国联邦议院议员基泽维特提出，一旦乌克兰人得到了这种武器，就有可能不受控地射向莫斯科。金牛座导弹重454千克的串联钻地弹头，可以击穿6米厚的钢筋混凝土，或者是36米厚的土城，这对普京的生命安全都能构成威胁。现在考验德国的时候到了，因为乌克兰正在通过如何使用风暴阴影导弹来建立起使用西方远程武器的信用，而这种战场信用又非常有可能在危机时被抛弃。德国似乎用不上这几百枚远程导弹，
但是如果真给了乌克兰，一旦打了莫斯科等地的敏感目标，那么乌克兰首都基辅遭到大规模的报复也就不远了。俄乌冲突原本可以用一种低烈度的方式持续，乌克兰却想获得能够直接打击莫斯科的大规模武器，俄斯总会有忍不住的那一天。对此德国必须要考虑清楚，因为在这方面没有后悔药可以吃。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